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10月14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根据调查，有超过70%的役男对于求职找工作感到相当忧心。新北市政府就结合了军方，推出了全国第一个解决役男就业问题的退伍及时就业计划，内容是包括了为役男量身打造的求职讲座、企业媒合，还有专属的网页等等。欢迎役男们能够踊跃报名参加。新北市每年约有24000多名役男入伍，退伍后则要重新适应社会。民政局上个月针对了新北役男就业需求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的役男非常担心就业问题，原因包括无法掌握就业与大环境的趋势，无特殊工作技能以及缺乏自信，还有高达40%役男对于政府就业的协助措施一知半解。有70%多的役男呢，他对未来是就业问题是感到很忧心的。那另外大概有40%多的役男呢，他们这个很想了解，就是到底政府有提供什么样的就业资讯。那大部分的役男呢，其实他们都很想知道政府能够告诉他们到底就业趋势是什么哈，怎么样面试，比如说去面试应该穿什么啊，大概诸如此类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一次退伍及时就业计划呢，就针对役男的需求来做量身打造。我们整合了我们这一次的所有新北市境内的或者是相关的这役男服务役的单位，做了一个媒合。那这个过程里面，非常谢谢我们劳工局哦，谢谢局长来以后，对我们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就业环境做了很多的努力，尤其在媒合上面。所以你看，今天这么短的时间，可以邀请到这么多的好朋友过来，那么多的企业主过来，就是代表真的是很有战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的重点是希望让我们更多的役男在退伍的时候不要彷徨，不要无助，有新北市政府会站出来来协助你就业。劳工局表示，为了协助退役役男就业，每年除了办理多场就业讲座及征才活动以外，今年度也特别推出初次寻职青年就业计划，另外也办理多班职业训练课程，希望协助退役役男以及青年朋友能提升职业技能，进而顺利就业。上个月我们也办了一个初次寻职的一个就业服务，就是针对失业6个月以上的青年朋友，我们劳工局有一系列的服务。那今天1个月以后，我们又推出了跟民政局推出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想在他们还没有6个月失业之前就进行这样的一个辅导，两个计划合并在一起，我相信对青年朋友的就业一定可以产生一定的协助。江俊廷表示，退伍及时就业计划是因应役男需求所计划的，针对役男最需要了解的部分规划各式讲座，而且邀请知名企业针对役男提供职缺进行就业媒合。民政局还规划役男就业专属的网页，详细绘制役男退伍流程图，资讯完整，希望役男退伍后能够无缝接轨进入职场。记者冯强市府上报道。